老早里向住着个老人啊，前两天走脱了，现在是物事也没人收了。你们不需要害怕，我是一个好人，请你们挖出我爱人的棺木，顺着河流运回我的家乡。这是盗墓啊，这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事情。箱子里面到底是什么呀？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比爱情更伟大的东西？